反方向这个飞球有机会落地吗？右外手，哎呦，没有接到。那现在在确定没接到情况之下，跑垒这边要注意啊！哎呦喂呀、哇，这个时刻居然是在垒包间一二垒之间了，林志胜变成了一个出局数。哦，因为刚才这个飞球可能对于原本在一垒上陈子豪。